他做了一点面子，对，大家会知道说他是黑头，我是多辣妹，会受到尊重。开心吗？有，现在很开心。到了成功岭了，我这个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要恳请我助理找了一个妈吉陪我。出门的时候呢，他问我说我要特别穿什么吗？我说不用，很随意就好。他就说好哦，请问穿哪随意？他给他助理一点面子，对，大家会知道说他是黑头，我是多辣妹，会受到尊重。现在就是在成功岭外面的这个全家，两位姐姐去采买一些好吃的热狗跟一颗蛋。这是什么组合啊？有点情色的组合。哦，姐姐买了一些热狗跟两颗蛋给你。换衣服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在楼下看。董子，那是董子你吗？董子你吗？那谁？啊，怎么会有？然后后来有人说，啊，那个21号啊，21号谁？张宗勇，他怎么可以啊？他怎么可以？退伍之后就是要为我们两个做牛做马。没问题，我愿意。第一通能打电话的，你打给谁？我老板。四成怕被换掉。对啊，我真的怕被换掉。开心吗？有，我现在很开心。Close your eyes.